入门口唔好喐，有笔，有笔，入门口唔好喐，跟住靠右行入去，之后转右向上。哇！唔系我话，知识做得多条友喺度，真系估唔到喎，有啲咁神奇嘅昙花噶，原来。喂，嚟自合众地区啊，海善道馆系嘛？馆主黑莲现收到神道训练家学校邀请前来做教学交流，锦标赛都要参加。我从加尔带来一啲特殊薄荷，可以咧改变性格影响能力，但系仅限改变，不改变性格本身，有需要通过测验啊。只要你一直喺度冇出门口，你都可以去试薄荷。喂 ，IQ 题啊，唔系十年喎，啱八个就通过。在比加超中入面，比加喷火冇办法学飞翔，再听一次会点？哦，就系、是、咁。哇，咁有咩咁特别？再听一次一样啫嘛。正確，水超能力错误。与美梦神克雷悉利亚对应嘅传说精灵系恶梦神达克罗伊对应传说，应该系啊嘛，一个美梦一个恶梦，正確。官方攻略书中的 Mega 巨钳螳螂携带道具是巨钳螳螂进化石，正确。无论是游戏定是电影大侦探，最终主角都是找不到父亲，正确啊！我唔知冇睇喎。第八世代淘气性格精灵食咗呢个落巴果会回复最大 HP 1/3混乱。喂，呢啲点记啊？落巴果咩样我都唔记得喎。啊！应该是直多男人是咩不知道、啊。这个事呢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城之内由于清他的 Mega 巨金怪在不考虑除了自身属性以外的所有场合。哇原来这么长的有。单打对战中腳腳能够造成伤害可能比意念投射。喂你个你个你个。Mega 巨金怪不考虑除了自身属性以外的所有情况场合。喂什么意思啊这句是。单打对战可以比，即是他的意思是什么？不考虑自身属性是什么意思？不考虑除了自身属性以外的所有情况场合。喂，不明白、啊、这句这么难的。我不明白他是计不计自己属性那些。剑盾入面特性是诅咒之，特性都是诅咒之躯护卫队友的紧威和肥嘟嘟，已知在上一回合都使用了护泥波。在本回合再次使用护泥波，有可能会互相将彼此的护泥波封印。嗯，特性都是诅咒之躯的，然之后用了护泥波啦。在本回合再次使用护泥波，有可能会互相将彼此的封印，应该是吧？毒系打到毒系，然之后再 30% 封印，是不是这样啊？双重否定，不考虑除了等于考虑，唔计自己超能力属性加成啊，系咯，我都以为系咁样，但我唔知系咪啦，我唔知系咪咁样，应该系会封印嘅，我头先都听完。我系一名阿罗拉地区大赛裁判，啱啱对一名使用咗雌性肯泰罗嘅训练师进行判，喂，我点知啊，大佬，我点知啊？啱啱对一名使用咗雌性肯泰罗嘅训练师进行咗判。肯泰罗，我睇下先。啊，肯泰罗得男仔啊，系咯，我又谂紧，因为佢系，我又谂紧之前咪用八变怪嘅，所以佢系冇女仔嘅。肯泰罗系，系啦。咁即系咩啊？即系啱啱对一名，请问我做得对吗？错误，所以系错误。喂，又话八体定十体？人在野外不慎被毒蛇，喂呢啲关 Pokeball 咩事啊，大佬？咬到手之后应该在小臂进行包扎，避免毒液扩散。被人咬亲竟然是用包扎的咩？或者对战方面，但系咧唔知道学习嘅，好易好易喂，黐线咁都坐有病啊！又再答个好，喂几好啊呢个答案，我哋答埋就完啦嘛。光炮、水索系、幽灵草系。特性顺手应同魔术师效果相同，都能够偷取对方道具，好似系
粉彩护膜嘅特性嘅精灵出场时，并特性生效时，仍旧不能够令我方已经中毒嘅状态恢复正常。喂，睇一睇先。啊，可以回复噶，我已经 check 过啦。系啦，仍旧不能够令我方咁啊，呢个错误啦。系正常嚟讲应该系可以嘅。发光同恶臭特性喺对战中没有效果，错误系嘛？恶臭我记得系可以。我臭记得是可以对战中，我臭可以令对手畏缩。发哥是什么？发哥唔记得是什么。我臭好似有。第八世代慎重食咗奇异果会混乱。二奇果几日紫色的咯。我唔知得撞嘅啫。小玉抛话肯话必定能够令魔法镜特性嘅退场，除非对吓？点解啊？使用 power 肯话必定能够令魔法镜特性的暴尼堡温退场，正确先啦。我哋剧情中堵路嘅只能使用剧情中堵路只能使用精灵之地完成，应该系啊嘛，应该系啦，剧情中啊，系啦，我哋答系啦呢个。重力技能系令场地进入重力状态嘅唯一方法。重力状态应该系得重力呢招技可以做到啫，系嘛？仲有冇其他可以做到重力噶？二set神尊容器好像有很多重力咁样，咁我哋答错误啦。人工呼吸同心肺复苏按压系重要嘅急救手段，所以有条件都要尽量用真人嚟演示教学啊。错误啦，我都想啊，大佬有我即刻去啦。吓、啊，又遇到樽颈，点会啊？黐线啊，你识唔识噶？半半哈力进化成屎啩，我记得最尾嗰只系布里卡龙咯，半半哈利应该喺中间。地龙啱啊！城堡传说两大神雀，水飞错，异常状态是不可共存，总共有五种，混乱不是异常状态，混乱点会唔系异常状态啊？混乱系异常状态啊？混乱唔系。建议温书啊，要温书嚟嘅。异常状态不可共存，混乱唔系。如果佢话佢显即系点讲啊，烧伤嗰啲咪唔系同一类咯？系咪唔使收台啊？我答快啲都得嘅，答快啲都得嘅。我哋混乱唔系，我哋答错误啦。我觉得唔系。哇，鬼知咩大佬？五十一咧，学暴风雪呢啲要 check 嘅，你系咪识啊，大佬？速度会提升，但大胆特性会讨厌呢个果汁的味道。错，正确。奇袭能够对变小的打出效果翻倍，呢威力不计属性克制。变小效果是的咩？正确啊！战斗中对一只亲密度零的使用万能粉，如果升级咧会就能直接。哇，呢个笔嚟噶，唔知喎，错误先。使用光合作用下。回复自己四分一，正确。哇，呢啲咩嘢？睇下咩纯咩纯碱不是碱啊，嗰个喺度。食盐不是盐，水银不是银，白金不是金。四，喂，错晒喎！哇，咁鬼难，点搞啊？第一代火鸟五十蚊咧，灯眼黐线。人造细胞进化成双卵细胞球，是啩？游戏舞台位于三年后时空，是定否啊？系咩？哇，好难喎、啊，真系。正确啦，光粉同分香对战中效果相同，休闲分香是咯，是啊。喂，好难喎、啊，呢、這个真系。喂，呢、這个可以单独出一条片啦，系嘛？咁难嘅、啊，乜嘢叫白羊镇有？位于呢个天冠山西侧，所以出现无壑海都系西海。人造系最后，你扰乱晒啦呢边。啊，又错误啦，我都唔知呢度一定要睇喎，系嘛？休闲系减一，电话系观众。Yes， 呢个系 yes 啊，我哋 yes 咗先。系啦，加真果受到。哇！呢啲咁鬼难，固执性格嘅会讨厌呢啲口味喎、啊，真系。
精神场地冇道具情况下，可以俾烈智雀先对对方造成伤害，肯定错啦，系嘛？错啦，边度够快啊？烈智雀快啲啊嘛！精神场地啊，唔系喎，冇先制喎，咁冇先制咁，冇先制真系错咯，必定可以精神场地揿先制啊嘛，咁即系错啦呢个，唔使睇啦，应该好有自信，唔使睇啦。喂，唔识个数学，零点乘零点乜？喂，即刻落计数机随时。零点四个朋友，零点零四应该错啦，错误。喂，又错。哇，好难喎、啊、啲答案，点搞啊？第四代携带不变石通讯进化怪力，黐线啊！救命啊！系、啊、不变石、啊，犀利啊！我已经答到。我已经答到唔知道，我已经答到唔知道答啲咩啦啲答案。唉，清入咗呢个困局。携带不变石通讯进化错误啦，呢、這个携带道具巨钳螳螂进化石应该啱啦，系嘛？巨钳螳螂进化石，官方攻略中嘅 mega 系巨钳螳螂进化，应该系啦，得巨钳螳螂系进化系 mega 噶嘛。這個我不知道、啊、你們有沒有答到、啊、大偵探還是遊戲的名偵探都是沒有找到父親，我不知道對不對、啊、你們覺得正確還是錯，你覺得看看我答正確先啦。唉，草路鎮是劍盾一個地點，玩家會在山頂上，你看什麼，你看劍盾、啊、在山頂遇到小女孩，小女孩會告訴玩家調查石柱，只要按照 草水火的順序調查就可以獲得達人帶啊，令人想當初沒有這個筆，有找到電影，找到沒有看、啊、沒收、啊、沒有收電影、啊、不是收電影貨。精靈在超極巨化形超極巨化後形象往往會發生變化，如果巨蛋山是超级巨化，身上多了很多垃圾，你能够在其中找到自行车、皮皮公仔和火车。这个不是垃圾山那个 Mega 垃圾山，咦不是、啊、垃圾山好像不是啊，哪个啊？巨蛋山、啊、巨蛋山超级巨有这些东西吗？即刻 check 一下巨，我是灰尘山不是啊我已经乱到都不知道哪只识 Mega 哪只不识的，这个应该是错误啦，没有单车错误。好啦，我们真的要慎重一点啦，巴落巴果中意，那真的不会混乱啦，那真的这些是错的 ,OK, 太犀利了这个。日文版真传入面只考虑道具的情况下，携带了头打的班吉拉用了追打，可能会继续使用岩崩。喂，这个筆来的不知道、啊、真的。日文版只是考虑到道具的情况下，携带了广告头带班吉拉使用了追打后，可能会继续使用岩崩，即是什么意思啊？是解答各位，我不知道是什么来的，这个怎样为之携带了广告头带然后又可能继续使用岩崩，没可能啊，是啊，没可能啊，你广告头带你戴完之后只可以用追打而已嘛，怎样再转这个岩崩，跟住原来有错的。哎没来过。一名加拿大地区大赛裁判刚刚对一名叫骆驼冇用的大字烧的训练师进行判决，请问我做得啱吗？错不是吧，大字烧有的，骆驼冇的。骆驼冇不是大字烧啊。哎，check下先，焗佬啊，过热嚟嘅，起码我做得啱啊，即系啱啊，呢个处决佢，处决啱对一名叫用骆驼冇用咗大字烧嘅训练师进行咗判罚，起码我做得对，追系对啦，应该啱对一名，哇，你睇下，啱对一名训练师进行咗判罚，因为我见到佢嘅弧带度从狩猎球跳咗出嚟。狩猎球，狩猎球，狩猎球一弧带到第八世代，第八世代有冇狩猎球啊？应该啱啊嘛，狩猎球应该系唔用得噶嘛。哎 ，check 下啦又，系要透过嗰、那个雀仔合成，
起码做一对马错，氧气不具有可燃性，呢个应该系错误啊，但我唔肯定啊，唔肯定啊，我已经做到不肯定啊，系啦，应该系有嘅，系啦，如果唔系点样咩啊，系嘛？啲人话系咩？助燃本身不能燃烧，佢系一种助燃气体，咁应该系。应该是错的是吧第八有得买啊我刚已经很快地 check 了火三角啊是啊我都是学火三角所以这个应该是错误啦 ,ok, 错误。哇又不得喎、啊、养自己烧不到啊喂。黐線，點樣改性格啊？呢個改唔到性格喎。